下面这场中美女子130磅的比赛，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的蓝方，她能获得 WCSC 全美冠军，有请杰蒂海因斯。 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time for three rounds of women's super featherweight action. This is the rematch you've anticipated. And in the blue corner, wearing black and red, weighing 129.5 pounds, standing 5'5" from Pacifica, California, fighting for World Team USA. Her record an impressive 11-1. I give you Jade Hayes.比赛红方，他是2007年全国散打锦标赛冠军，2008年亚运会冠军。有请来自大东翔龚艳丽。And in the red corner, wearing yellow, weighing 130 pounds, she stands 5'3", direct from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with a record of 22-1. Welcome, Gong Yanli.Junichiro Kamiho will be the referee tonight. Jade Hayes from California. She's the WCSC World Champion. 观众朋友们，现您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收看的是我们第六季林峰决战拉斯维加斯的比赛，这场女子超羽量级比赛。刚才关丽利用一个夹定摔的动作，非常的迅捷，很多观众可能还没看明白呢。他对手啊是杰蒂海因斯，这个杰蒂海因斯实际上和这个关丽在去年的菲律宾里面比赛当中是交手过，今年又来到了杰蒂海因斯的训练地美国。就是郭安丽就是利用他这种摔法阻碍了杰蒂海因斯他的全体的组合的发挥，打一会儿这个杰蒂海因斯就不知道怎么打了。因为我们从这个身高来看，杰蒂海因斯的身高要比这关要高出有将近10公分。场裁判这个 Jill 告诫这个关力不要再摔对手了。关力刚才利用一个下皮走的动作，因为在菲律宾那场比赛里面，关力就通过他的移动的打法，不跟对方打这种阵地，战胜了这个杰蒂海因斯。这双方的二番战也是杰蒂海因斯的复仇之战，因为这个杰蒂海因斯是美籍菲律宾人啊，他拿着是美国的护照，但是菲律宾的。给他一个袭击动作，袭上头。因为我们也看到这个孩子啊，今天就是为了复仇，他所以他鼓着劲儿要给你打阵地战，打阵地战就顶着上来，他不给你关力移动的空间，他又要顶着你。因为毕竟杰蒂海因斯曾经获得了 WCSC 的世界冠军呢，还是有一定的实力，因为他有身高和力量的这种实力。他的身高要比关力高，而且他在这个力量上也比关力要大，因为毕竟关力是从48升到52，今天他又跨级别打这个58.5公斤，也将近60公斤级的这个比赛。你看，刚关力一个后肘之后马上要离开，这要是一想一个夹臂摔，他知道要如果硬顶着给你打，肯定不行。这个场裁判就是说，关力你不能用这个手臂夹对方的手臂进行摔对手。第一回合结束，第一回合结束。
Go!